water. Oh.烧羊婆嘛，烧过去把狗喂过去吃的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明天要你从美国那个回来了，也买点菜，明中午回来我们再吃饭。买点啥子菜嘛？买点他喜欢吃的嘛，小弟是喜欢吃的嘛。哦，那我明天就去买嘛，早点去。嗯，我就是嘛，明天中午啊。好。那买的在美国读书，他说他回来了，我给他买个猪脚。哦，你先买个炖猪脚嘛，啥猪脚嘛？炖嘛。炖哦，那你买前脚嘛？那个这种的是后脚，后脚但是筋要多些，肉要少一点点。你看你选哪种嘛？我看猪这个要好点。那个肉最多的嘛哈，是哪一个肉多的呢？把毛壳割干净了。嗯，好，要得，那个没得啥毛毛了，干净。毛壳割干净。好，要得。28块钱。哎呀，我的钱你在哪嘞？在哪嘞？在哪嘞？我看包包里有没得嘛？我拿你这个包包。你家在哪儿买猪脚？可能掉到买猪脚那儿去了。啊，我就去买个小猪脚，可能就是。啊。哎呀，没得钱了嘞。我来着，没来着，都熟人了，你先掉去吃了，改天又来给嘛。改天又来给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我没看到嘞，我没看到。如果我在我这里，我肯定会退给你的。哎，你经常在我生意。嗯。好，找到老年人莫急，这个就算了。哎，这个就算了，我要回去煮饭去了，十一点了。带百多块钱，只用过几十块钱，就剩过了。嗯，都嘞。